还是办丧事啊？啊？燕回，燕回，燕回，起床了。虽然是假成亲，但好歹也是成亲嘛，你重视一点。还早呢。早什么早啊？你还得梳洗、化妆、换衣服呢。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，听那个代理国主说，给你准备了一件喜服，还请人送来了金银珠宝、首饰什么的。你说人生能有几件大事呀？生死成婚。好了，开始吧。别动。我好久没有给人办大事了，别动。完美。燕回姑娘，公子命我送来青丘嫁衣，庆贺你与龙主大喜之日。姑娘，您这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啊？啊？幻小燕，你给我画个什么？我在碑林中为那些将死之人办冥婚的时候，他们最喜欢这种妆容了，都说这种妆容是最为祥和的。你快别说了，到时候天耀真的给我办冥婚了。有这么吓人吗？我倒是觉得挺好看的。这小姑娘，你的审美倒是挺别致的。这是自然，我这可是在好多张死人脸上千锤百炼过的。你给我闭嘴。千百年来，玄妖通婚自大国主之后就属姑娘与龙主了，要是两族所有人都能像你们一样自由嫁娶就好了。芙芳姑娘是不是也有心上人啦？莫不也是玄门人？我才不喜欢玄门人呢。我只是觉得能跟自己心之所属的人白头偕老挺好的。我倒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喜欢的玄门人，看破不说破。今日是姑娘的大喜之日，莫说我了，吉时将到，让我来为你描妆吧。